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真济。请听我念三皈依。啊，下礼尊念菩提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利益中尊；皈依正伽，自从中尊。阿舍利尊念菩提子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利益中尊；皈依正伽，自从中尊。阿舍利尊念菩提子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利益中尊；皈依正伽，自从中尊。再看大经句注第504页。啊，504页，为第三行看起啊，下第36愿，教化随意愿，如上愿所明。成彼国者，安居乐国，设定保卫，正定正觉。咱头前学到这地，现在咱刷来看下面，但菩萨成佛，各有愿力。如愿披红色铠甲，返念佛陀，普利群生，教化有情，即成弥陀愿力加持，教化随意，无不圆满，是为本愿之意。这就亲像地藏菩萨，大家所知影的，伊都是教化众生的愿力特别深啊，甚至讲发誓，众生若无拢成佛道，伊就无愿意成佛啊，要度尽众生，方成佛道。这个愿发得太大了，所以咱知影地藏菩萨真多这学生拢已经成佛了。安尼在地藏经诸佛内面有看到，参加地藏法会是十方诸佛如来，遐是什么款人呢？拢也是地藏菩萨的地主啊，释迦牟尼佛咪介绍地藏菩萨，即系诸佛拢种拢来随喜，拢来赞叹。有地藏菩萨这种悲观的人，有嘛是未少，当然。为当亲地藏菩萨迄款的坚持，替甚么人话真多？这是这说明呢，无量无边的众生发心学佛，
每一人愿力都无同。那亲像地藏菩萨发这样的大愿，愿意献身为一切众生，帮助因自信，帮助因发愿，帮助因修行，帮助因成就。这个地藏啊，确实拢做到了。所以菩萨的中国要大乘法门的基础，就是基础开始。大乘菩萨对到学起，对地藏学起，地藏的名号是用啊比如来讲的，因为咱拢知影大地伊含藏着无尽的宝藏。伊会当出世，我国十牛养育众生，地下有无尽的宝藏，啊，无尽的珍宝，所以就用地藏这名号。表什么呢？表咱的心地，咱的本性。咱本性里面有无量无尽的宝藏，都是也无开发。啊，这个宝藏是什么呢？佛的华严经上有相讲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是诸性含藏的宝藏，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才艺，无量的上好，是诸性真心内面本来具足的。就那像大地含藏无尽宝藏同款。这个宝藏需要咱去啊开采，用什么方法开采呢？地藏法门就是方法。地藏代表孝道，所以地藏是佛门的孝经。地藏代表师道。啊，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所以啊，孝亲尊师都是开采地藏啊。顶头佫加两字，心地、尽心、心地、地藏内面的宝藏，用这个方法，孝。个敬孝亲敬师，用这两个方法都开采出来了。啊，父母好咱的是肉身，是身体，是命；老师好咱的是慧命，咱有心命甲慧命，才会当开采诸性宝藏。所以学佛对到学起呢，就孝亲尊师啊。你看净业三福第一句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这就是地藏菩萨。啊，对这内面
过来延伸出诸心不善，诸心就是大慈大悲。那是诸心内底第一德，这是功德利益众生呢，会当牺牲家己，成就别人。那换一句话讲，菩萨，你怎样讲有别人？唔知有家己，为什么呢？一切万事万物是菩萨的布心，是菩萨的发心。发布是真心，应化是假身体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法不无生灭呢？人心跟法心就有生有灭，是靠法种生气的作用。那应化的根本呢，就是法心跟不心。那法心无丢一切万事万物的本体，佛心是智慧心，是诸修养心。马无他修养，他修养是对智者一位发心大事所现的心，那修法界来对无为啊。啊，菩萨以应化心变就方自解，一切诸佛刹土内面的什么解？你进来对教化有情，当年啊，会得到弥陀万力的加持，为什么呢？教化众生是弥陀的本愿，只要发心教化众生，就会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。那所以教化随意，无不圆满。这个随意不是随家己的意。家己若是讲有意，伊是凡夫，伊毋是菩萨。啊，所以经常伫咧讲的随意，咱爱看清楚，是随众生意。啊，楞严经上啊所讲，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。众生希望看到佛，伊就现佛；众生希望看到菩萨，伊就现菩萨。因顺众生随喜功德，那家己无意思，无起心动念，即会当实现。那现在未当实现，什么原因？那有意思啦，无意思就未当实现。无意思就会实现，心真正空咯，就会实现。心来也有，有什么？有起心动念，就不能实现。那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拢无咯，就会随众生的意思实现。这是啊，本领啊。每一个人都嘛有，只要
轻放下。有人伫咧讲，古来诶多事大德，特别是禅宗，写甲真清气，确确实实教导学生去立言语。道断，心行处灭。啊，这个境界是即种的大定。啊，比无生法忍还阁高一层。那入这个境界。这个境界内面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心住在这个境界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自性，这是一切如来净土境界。啊，这个时阵。老师问你，正在这个境界当中，请你多一句来，就是你讲一句。形容这个境界模样，这个人这开嘴，老师立刻亲手给嘴黄条的，已经开悟了。真正去理这个境界了，境界讲不出来，你哪当讲呢？你讲就错了，就开口便错，都念这乖啊！啊，有人用这句话问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听了后，端坐底下，一句话都无讲。呀，都有人讲了，这是啊，真正的这个佛者啊，这个确实，这一档议会每档言团呢，你入这个境界，你才知影这个意思，讲不出来。啊，咱都会当体会到，这部《庄严土》是这个境界，上一讲嘛是这个境界，上一讲更加彻底。为什么呢？伊无相，亲像咱六道内底无色界天，伊迄是最悬。这部《庄严土》那像是色界天。咱用这比如，大家比较较容易体会。那是佛陀内面，无起心，无动念，无分别，无执着，这是佛陀。如果想起公陀，人家习气都无了。伊虽然无这物件，伊有习气。即去未解书，伊障碍，今日上一讲，伊就障碍一点，
失去灯了，是报托无去了。所以是报托，嘛不是真的。凡事上皆是浮梦，无讲是报托例外。但是是报托跟是法界来比，伊真实，就是伊未变化。是法界来都有变化，无生灭；是报托的无变化，无生灭。啊，只有无明等了后，是报托。好年面前就发解无了，那就做梦精神咯，梦中境界拢无了。你也把周所看这个境界，就是是不妥。但是呢，到有一天，无始无明失去，等清气了，是不妥就无去了。是不妥，就这个现，这个灭，中间都无生灭了，无像那个境界。所以一切现象，拢嘛是1600000分之1秒的波动现象。这个现象是不妥无的，所以它叫做一真法界。啊。这里上一公上无咯，一片的光明。所以啊，佛经上形容大光明中，形容这个境界，什么拢嘛无，但是伊什么拢会现。明明到结束了，无法形容的啊！众生有感，伊就有现，就有应，就感应就高，丝毫不爽。所以去感应，伊无起心动念，连起心动念的习气都拢无了，这是一定要知影。就是释迦牟尼佛，在中国历代祖师大德，真多都嘛是一款的境界，啊，就是讲伊来实现的。释迦牟尼佛住世80年，但啊，中国人算虚岁，80岁完结。80年当中。伊有起心动念无？无啊！有分别执着嘛？无啊！这叫分啊！那有起心动念，无分别执着，诶，伊是菩萨，是法界菩萨。啊，这个一真法界菩萨。那公是要有分别，那伊都是啊阿罗汉，那伊无执着咯。这是大乘佛法，真正教教化随意，随众生心应所地量。无不圆满，圆满不是讲菩萨应家己，是众生啊，众生心目当中所需求的愿望达到了，这叫圆满。伊想要发财，真正得到财富，这就圆满。你想要求智慧，智慧开咯，啊，就叫做圆满。这是啊，帮助众生。你想什么，伊拢会帮助你圆满。
啊，这个圆满呢，拢嘛是正确的方法。啊，想发财，唔是用非法的手段，那是错误的，那个作业。啊，无正当的手段得来财富，死了后会去地狱、牛鬼道承受果报。可能就罪咯，菩萨未做这款代志，这害人的啊！啊，譬如讲贪污，贪污是害人的啊！贿赂的人都是害伊的，这受贿赂的人是家己害家己。那两种人拢总爱对敌啊！菩萨啊，教人发财，要用这款手段，这是害众生的啊，不是利益众生。菩萨教你发财，是用正当的手段，也就是讲，菩萨知影讲啊，财对对未来。道理也办啦，财对财报西来啊！你想发财一应呢？用什么方法？财报西啊，无钱报西。我咧学佛的时阵，张家大师都有教我，大概看我安怎，看我这个命，命中无财。你看，财是命来对有的，命来这若无就无了。命来对有的时阵，等都等未起。香港李嘉诚，命来对有财富，伊等都等未起啊！伊一个顾问，嘛是个老师。丹龙先生，当年常常听我的讲经，前几年过身了，应该嘛有八十外岁咯，伊年纪比我较大。伊甲我讲，那讲啊，李先生大概是三十岁时阵，伊是潮州人，对朝鲜来到香港做生意。我呢个机会拄着了，应该看相来算命，问伊讲：你将来想要用偌济财富，你才满足？啊，伊也阁未歹啊！伊讲我一旦有3000万，我就完足。啊，陈先生就甲伊讲，唔知你的财库，命中财库是抹出来，唔是变的，是抹出来。就断定伊，你将来是香港的首富，命来对注定的啊！无论做什么生意，你拢会发财。命来对有的，这是因；你做的事业是缘，应该缘一个结合，果报到现前，就是这款道理。这是啊，根据心中。生生世世修财布施的果报啊，不是一世，一世无遐多啊。生生世世欢喜布施，
我这个命跟你先生啊的命啊，这个来比较呢，伊的财库是满，我的财库是空的，根本都无哈。所以老师都教我修财布施，我哪里有钱通布施？老师都问我讲，一角文你有无？会用一角文无问题。一箍文有无？啊，一箍文勉强也会用你啊。伊讲好，啊，你都爱呀，相尊这个布施的心，都对一角一箍去布施。后来我去做，出家学佛，无钱嘛未用你啊，未当方法。方法理性嘛是都爱在布施，啊你嘛是都爱有真爱修在苦，进修在布施，我就听话啊。你都去修，那时候开始，礼拜日啦，去洗寺庙，去寺庙多半是去找经钟，寺庙经主，在主持面买无的，拢是一挂善心人士引的，在寺庙内底流通。主店内底无得找，啊！应经的时阵，专门有人摕着一张单，伫咧磨花，偌济拢不要紧，一箍银嘛收，毋是未收，一箍银嘛收。我拄着时阵，先有一点仔钱就捐互伊，对这开始。放生，放生，嘛是摕一张单，大家到钱来放生，这拢是偌济拢未古转的，啊，我就参加了。最初我布施对家开始，一点点啊钱，能够定定啦，按你做，定了心，真正愈施啊，愈愈多。佛祖孔子一讲，七十岁随心所欲不如故，随心所欲拢嘛会当修到完结，修到礼法，哇！这布施大概是七十以后。随心所欲咯，啊，这一心就会布施，唔知数字，将来拢无得记的。唔过讲知影，真正是真多真多啊！我未积财，那有的布施。啊，最近就十几年，代表澳洲的大学参加联合国和平的这活动，熟悉人注意咯。活动的范围愈来愈大，这就爱钱啊！每一个活动，伊计起对美金，大概五十万、一百万，对下开始，现在是愈来愈多。那这钱真有，有人送来啊，送来嘛不多，嘛未少，真正有够用，不可思议。我都非常相信老师的话。在布施
在用啊啊未缺乏，这好啊！化布施正中智慧，未布施健康长气修。这是老师教我的三种，所以我这个布施是化布施用的上多，有钱全部拢用经。答应公大师迄个时阵，伊家己有设一个印刷厂，伫苏州布国寺，家己做出版的事业，就是十方的这个供养。哇，无这个缘分，刚才现在印佛书咧，印显著的所在真多。啊，真多书局、印刷厂，拢真爱做这代志，啊，我就委托因来做啊。啊，我法官上一万套《大藏经》，呀，特别完满，大概够一千套，差不多就完满。一万套的大藏经，其他大部头就四科专书、四科回要，这大最部头就太多太多了。啊，几十年都无中断，非常可观啊。啊，我是对民国六十年，公元偌侪年啊，啊1977年开始大量印经布施，那是头一摆。那像印3000套的华严经，头一摆印的是碎本、求证本。放在六袋啊，一套12册，一册2块，台湾钱2块，这一部就是24块，一部《华严经》，那就印了3000套的款。迄个时阵，我在想讲，用钱会当省啊，就省啊。会当省2块，也就会当印一本《华严经》。真正一生都唔敢乱用钱呀，唔敢浪费。你看，我省2块，就会加印一本《华严经》。啊，你即到现前的这款的成就。这是在年轻的时阵做梦都唔敢去想的。啊，办活动呢，办这个大的代志，需要用钱啦。我银行有一个户头，我就查看下小有无，真有。啊，钱对倒位来，唔知呀。啊，每一摆用钱用个差不多，过一段时期，阁要办一个活动，去查看阁有够咯。真正灵性啊，不是计划啊。这三物件，拢是人之所爱，在乎。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老师把这个法传给我，我相信依教奉行这60多年，
也因古布之好不爽，一点未记。这个叫做心宅有大道啊，心安理得。啊，你尽量去布施，愈施愈多，愈多愈施。决定唔通受，啊受就完咯。啊，你就到这为止咯。所以呢，财物叫通气。那通道流通，就水同款，这边有入来，那边出去，那不出去，也就到这为止，你就无咯。那我你大入大出，源源不断，永远都未断呢。啊，这是佛教给我生财有大道。这是教化随意无不完满的意思。这是第36愿的本意啊。由开价开价，古早时的剑士对连作战的时阵做披服之物，这是防御的，用来抓卫身体，防卫时色。古早时阵完成的这个武器。是下贱，另外呢，都是用石头。现在武器都较差无同，现在冲锋是用战车，战车装甲都是被防卫，甲较早这个意思。上书文代李旦一也属这类的菩萨立生死，立生死就是又回来到六道轮回里面咯。在这个里面有两种身份帮助众生，一种身份是应身，应身就是来到这世间来投胎，像释迦牟尼佛同款啊，投胎出生，对细汉到大汉，结果实现出家，学道修行正果。方法理性，这种种的实现，这叫做应心。住在世间等，另外一种是化心。化心呢，这时间较短，帮助你解决一项代志，亲像渔夫老和尚调山，两摆破冰。拄到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现一个乞丐的心，啊，伊老和尚唔捌你啊，也做讲真正是乞丐，伊帮助解决问题，旷野当中有在找人，有一个人知影讲伊破病。每天去外面讨饭来吃，找一罐草药啊来给他治病。等你病好了，就分手。一个去吊山，一个去讨伊的饭，这人嘛无咯，这化身。
啊，化心，常常有。你就爱用真诚心，有佛有菩萨都会看到。那个菩萨感应度高，古人用一字行即灵，要去感应。为什么你求无感应？你无诚敬心吗？虽然你信，信内底夹杂着梦想，夹杂着杂念，你的信心无存，所以啊，伊未去感应。啊，咱看到盈科这个例，三日三暝，一个阿弥陀念来。三日三暝，伊是进行，伊无丝毫怀疑，无梦想，无杂念，等下阿弥陀佛个念来咯。那这个鼓动是甲咱表法，是甲咱讲，要用真心心。跟佛菩萨沟通求感应不难啊，难在怀疑，难在你放不下，你看人挂多代志啊，太多了啊，所以现在人啊，这个心境心是非常非常难发。真想要发，发不出来，所以我来讲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？是手机啊！那你较早无手机的人，心足清净的，有这物件人的心就乱了。这啊，不是好物件啊！这是啊，魔的手法啦、啊！不是佛啦，佛不要这物件。我会当比这块的手法，咱会能古转，咱能卖接受啊，无接受好，接受就麻烦啦、啊。啊，空闲的时间。这物件拢嘛无，电话都无，啊！日本人拍来咱这边来了，距离我一百里呢，无人知影，大家了无技术，明白安尼道理子，我家乡就是安尼生啊，确确实实，距离阮呢，大概是一百公里。而且看无一百公里，也唔过，阮遐伊拢无去啊，阮遐人嘛唔知，知影就会紧张咯，唔知影，迄地都是真偏僻的一个所在，无马路，无公路，啊，迄地拢嘛无汽车交通，无啊。啊，附近拢日本人咧干扰，阮拢无。科学技术咧，实在讲无这个必要啊。这个物件，你追，买搁较追，啊，贪小利，结果是失大利。啊，这个大利是
咱的这个清净心失去了，咱的心意就是破坏了，这损失太多了。菩萨是现在这个世间慈悲心以来降服魔君，魔的烦恼就是障碍，菩萨教人要按转来断烦恼，要按转来破除障碍。伊呢，以诸子弘亲这一关为开甲啊，所以开甲是比如有大愿心来帮助个人众生，因弘誓之心坚如铁石，铁石嘛，比如菩萨自弘誓愿的心，真像铁石同款的坚固，可以出心出力生死之钉。伊会来到六道来做种种实现，到一道伊拢会去，人道有，精神道嘛有，无鬼道嘛有，地狱道嘛有，菩萨去地狱要创什么？都有缘的人啊！啊，有缘的人就地狱业咯，多半都嘛是诽谤佛法呢。去到地狱了后，伊就知影讲错咯，知影错，缘就。缘得净息咯，菩萨就要度伊啊！啊，有人犯着严重错误，虽然知影错，也是未当出地狱。那原因是啥物？也破坏得太强大了，破坏面太大，影响的时间太长。伊伫地下底苦咯，啥物时阵才能出来呢？伊影响力消失咯，退化消失，无法过兴旺起来咯，伊才会当出离。啊，所有一切罪业。是一破坏佛法，这是罪业第一重，无比这更加重。一切罪业拢嘛轻，啊，动态总是太人啊，在出进关的时阵，太人太罪啊，因为这罪业对地下。但是呢，伊是佛门的护法，所以稍微做较轻，轻嘛，不忍心去回应，讲到地狱。也可是心会惊，你看那个模样就非常恐怖。
啊，这摆伊是真正离开地港，是击破军事敌后，我从来都唔捌甲伊来忘记，想都唔捌想到。只知影讲有这婆珠，啊，这婆珠是对主靠经书主的三宝来对精华的精华，啊，大同盛世呢是这婆珠起的这个最大的作用。但是不好物件，但是这个物件失传咯。咱在二十五书来对，东书、新东书、古东书、宋书、元书、明书、清书，拢嘛无去看到这个目录。这安怎呢？这失传啦，连目录都无咯。啊，一直到嘉庆登基，乾隆做了六十年皇帝，传回后生，家去做太上皇。啊，日本让中国皇帝送礼物，雕工内底都有一套一部书，但是呢，清朝啊，迄、那个时阵是最盛的时阵，清朝的康熙、雍正、乾隆这三朝，没输这个贞观。啊，平心理论有高之力无不及，所以对于这个主无看在眼内。啊，一直到民国，清朝亡了，民国，是啊，发现永宁内底发现有这部主，啊，上文史馆，给引出来了。啊，我知影讲有这个物件，刚经的时候有讲一个，今年就有新的同学，因啊去收集，看到，这个两套寄予我，我看到如获至宝啊，现看卖真完整。你无欠款，保存啊真好啊，可能这本无人看过，真旧咯，无掀过这款分量，是新书，我的交予世界书局印一万套，这未搁再失传咯，都是这个代志啊。唐太宗离开地界，我唔知呀。这做样本，昨天这样本寄予我看，我伫澳洲。啊，阮大概一共有八九个人，啊，主掀开摆伫桌顶，大家来看。我林虽然小妹，你干嘛在场？忽然间。伊跪喺涂卡，讲我是李世民，唐太宗来咯，啊，时间大概只有五分钟，来感谢。我讲我都无安怎，我嘛无为你做什么代志，啊，你咧感谢什么呢？军书第一号，伊就因为我是应急破主，伊啊才离开地界。这我拢是无意的啊！
主要的是三项代志，第一个是感恩，第二个是求我的主事，因为我常常啊想要往生。第三个甲我讲，这佛珠会当啊救转世界啊，一句话提示个真好啊，因为咱原本无想到。你想要讲帮助中国，无想要帮助外国，伊就是提醒我才注意到，一定爱帮助外国文对全世界的流通，这是啊提醒我啊，所以这团话是有价值的啊，啊那无咱都无想到，大概。五分钟，伊就离开咯，伊就走咯。啊，有一寡通灵的甲我讲，伊离开人生了后，那像在咱澳洲咧念佛堂，待一段时期，应该有十几天，一个月模样，伊在那边咧念佛。这是佛门的大护法啦，是一个好皇帝。第二个来对无人真通讲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啊。言生息，这丝毫不爽。阿毛是有人问到朱熹。伊嘛透一点仔消息，朱熹伫地下，做非常的重，伊的罪过太重了。中国文化的根拢甲断去，伊是开始啊，所以伊就真不容易离开地下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人有大官、官威，伊要修福嘛真容易，伊要做罪业嘛容易啊。啊，了凡先生做不低的低官，不过官一个官呀。这关系真大的关，而伊发心要做一万项好事，阿爷夫人，大家拢在烦恼，这一万件好事到什么时阵才能做完完呢？伊家己嘛，感觉真正烦恼。暗时咧困着做一梦，梦到天神甲伊讲：“你这一万件好事已经做完满。”伊讲：“我都无做，哪会完满？”伊讲啊：“你就是这个江租，就是讲餐租，百姓农民的餐租。”伊啊，感觉遐太重了啊！这一定是法律江租。围观的农民拢拢得到利益，你这忙行好事，这项代志，这忙行好事就完完了。因为无这管子会搞啊，所以管子地啊，地现在流通，量愈多，动态转功德愈大。啊！我甲伊送去联合国，送去全世界啊！真正
这个功德太大了，一般人真有想象啊！伊唔那讲，这离开地狱咯，我相信伊也一定听经念佛，有生净土。但伊怎样讲？圆宗大师伫个极乐世界，人美国圆宗伫倒位，伊伫极乐世界啊。圆宗是个国师咧，肯定也伊去极乐世界。只有做教化者。修文改法信心，这句为重要。改信为道完功德母呀，法化众生第一目标就是讲，希望大家相信。啊，未当相信呢，啊，你就卖讲，就鬼神这款代志，都唔通讲。为什么伊唔相信？伊去反感，伊咱相信，阿都加伊伦理；伊相信，阿都加讲伦理；道德伊也相信，都加讲道德。但因果这个代志，都要慢慢来。就像前几工，感谢个高处长。这是老共产党员无信论呢，我一定都唔相信这代志。罗马开始大帝三王子，啊，伫甘肃富田农民呢，一个母女的心胸，讲起这代志，伊好奇啊，哪有这款代志呢？伊采访，伊嘛是一个作家，采访六摆，伊想看嘛，这代志绝对唔是讲这两个人会当做得出来谣言。啊，究竟啊，伊去找外国学校的教师，罗马文的这个专家，因为这罗马话。是2100年前古罗马的语言呐、啊，现在无人会晓用，甲这个专家学者找到，去甲伊接触，听看卖，甲伊讲是真的，唔是假，伊讲的确确实实古罗马的语言，啊，伊讲现在的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葡萄牙语，内面也有这离根字。啊！伊个这故事完完整整写出来，写出一本书，本来是好奇，两周阁无人看，送来我家来，我甲伊介绍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啊！拄好迄个时阵，我不是甲教皇有约，去梵蒂冈去访问。伊甲这代志甲我讲，我就顺便伫罗马探听，有这款代志无？罗马真侪人拢会记得这代志，讲有机关队出去，出去了后也都无消息，唔然去倒位咯？啊，因为历史上有这记载，这军队完全消灭伫中国。啊，细节啦，拢总拢讲出来咯。要求啊，哎呀，做鬼真辛苦、哦，高分压鬼，啊，无人祭拜啊，无物件通食啦，水都无通啉，苦不堪言啊。
啊，这个故事流传出去了。我甲这本书无英文版，中文呢，我送予一个教宗。我扎几落本基罗马去送予因，因感觉真奇怪啊，因不相信，总认为讲凯撒大帝是人暗杀死的。即来就该讲死的不是凯撒，是凯撒身边卫士穿着伊的衫，把人抬死，伊家己走出来了，带一百多人。就向东去，向去中国。啊，甲耶稣因后生啊，无见面，上古只有几十公里尔，无算太远，就是讲无这个缘啊。迄时阵无通信，唔知影。伫中国阁记了十一年才死。啊，对着凯撒身边啊，有一个夫人，有一个查某囝。这个、故事讲啊清清楚楚，哎，不是编出来啊！啊，现在这个副处长变作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心论者，伊讲真诶，这不是假。最近。拄着一个是日本的，这就是侵略中国的一个将军，中将，伊带军队十三万人，伫东北，伫松花江，战争死伫迄所在，十三万的军队也被消灭了。这十三万军队的鬼魂也去滴，啊！因不滴，这个五十年前都着太乙真人都教来讲，五十年了后，在永昌这个所在有一个老太太，伊来救你。过年。找到这素平医师，一个看时间五十年，所以呢，因这十三万鬼魂就到个英雄。现在呢，我三王子和罗马军收编，拢总做合法神。啊，这个故事嘛，非常动人啦、啊。这个将军是一个真好的将军。真有良心咩？伊唔知影是来中国要侵略中国嘅，唔知影。政府讲是和政府欺骗呢，和因来到中国来，无甲因讲有甚款任务，只讲恁带先去，到时阵才有命令何人。其实命令是从恁落地下来对，唔准拍开来看。到全民啦、啊、发动战争的时阵才打开，打开就是天皇的命令啊，要求因三个月要灭亡中国。啊，到这时阵才知影，心内拢嘛有数，可能是袂当转去咯。原来还有要转去的想法，恐惊袂当转去。结果全部都死在中国。啊，伊是真反对，但是无办法。伊知影讲这个唔是啊，正义之战，拢是属侵略战争，是不人道的。啊，透出这个消息，就是南京啊大屠杀，甲大家讲。不是恁咧讲的三十万人啊，实际上四十五万人。啊，一个月被台死的四十五万人。啊，日本人这摆战争的失败，实在讲都是南京大屠杀，
但中国人太精神了，团结起来一直抵抗，伊都无办法。在这个进程，中国人是一般的散沙，真正是无国家意识。经过这摆这个大屠杀，甲中国人叫精神了。所以南京大屠杀是来救中国啊！中国有八年的抗战，到最后呢，实在讲，美国免去投原子弹，日本人嘛会灭亡，野猪丸无咯，人无咯。少年人十几个囡仔拢爱去上战场啊，人无咯，资源嘛无咯，伊啊非亡不可啊！伊伫迄时阵，伊国力是袂当阁支持一年啊。啊，本来是想讲要三个月去灭中国，拍个八年，甲去灭亡。啊，我伫日本，甲日本人咧讲，中日啊，同种同文啊，啊是文化，日本拢是中国文化。无家己文化，交往呢2500年，有历史记载。兄弟之邦，运动爱团结了，爱合作合作，无应该是有仇恨的，无应该有战争，是不是对？但一定要把传统文化再兴旺起来。日本人淡掉传统文化400年咯，因接触西方比人较早。咱啊接受西方文化对日本传来，咱比人较慢200年咯。日本的法师甲我讲，日本的寺庙400年前。那么钢筋教学，这400年做苦了，无人过来钢筋，卡塔拢嘛有，我相信。你看是无量寿经，日本的祖师大德注解有30多种，中国只有2种尔。这就说明讲，日本对佛法的研究的比咱用的功夫会搁较多，时间搁较长，然后来典籍真多，真值得做参考。我今麦咧找中西水光法师，甲日本。获得关于无量寿经的注解，给收集起来，编一部。无量寿经古著的丛书，应该是真紧就会当出版，咱帮助伊做些代志。念落的这个注解，嘛引用了几多种的日本的注解，文经照本源，为助众生。这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爱出净土法门，极完啊极顿，超前离见，无非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呀。
这个话是佛讲的。释迦牟尼佛借着高尼所说的这法，历代祖师大德安讲，只有这个法门完到极处了，完是完完。这尊所说的这个教义，大乘、小乘的宗门的教下，显教、密教，全部在一地，一项都拢无漏去啊！完结了，顿是什么？顿是顿敲。宋朝云何法师覆盖 BQ 只用了三日三夜时间，伊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，要比这更加紧的无？更是快速。咱看往生端，看净土圣贤录。这种修净土的人啊，一半以上拢嘛无超过三年就成功了。试问看卖，都一个宗派啊，三年会当圆满成功，无得济啊。这是禁锢地的啊！官代呢？咱看到地汉法师的徒弟啊，无定西，唔捌字，无读书，四十外岁才出家。找到地行法师，地行法师跟伊的关系，细汉时阵共一个禅宗内底出世的，细汉的七头盘，这个七头盘是一生沦落不堪嘛，生活是比乞食有较好一点嘛，嘛差不多。那看到地行法师出家，有所在住，有通吃，有通穿，也还有真侪人恭敬，非常欣羡，要求出家。地行法师也都甲伊讲，袂用你啦，你也四十外岁，上万啦。啊，出家生活是两条路，这是讲经教学，你这门你肯定是袂用、袂赴啦。你唔捌字啊？第二种经参佛书，也是法本，依归你嘛学袂响呢？啊，你出家要去倒位啊？但是伊拢嘛要得意啊！唔肯走，非出家不可。到最后，地行法师，我这我噶无办法，啊，就单条件了。伊拢接受了，唔管你提出什么条件，我拢接受，我拢遵守。哎，我好，安尼，我给你剃头，剃头了后，你唔通住喺寺庙，住喺。寺庙内底，你带袂落去啊！别人看你袂起，你嘛真艰苦。去装卡
灵火砖卡，这个废弃的这个小庙，无人住，化烂的小庙，就住伫遐，就加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甲伊讲，每工都念，即句佛号，念忝了去休困，休困好了煞落去念，无分迷日。这个人老实，听话认真去做，所以也成功了。三年，有第十集，哎，无甲任何人讲啊，所以这信息无人知。只知影讲，伊往生前一天离开这个小庙。去城里去看伊一寡老朋友，伊从什么呢？是行伊最后一面，伊嘛无甲别人讲。啊，迄暗呢，伊就转来个小庙。啊，第二天的透早啊，迄暗呢，伊转来小庙迄暗。啊，有一个老太太咧照顾伊，甲伊啊煮这个中昼甲暗顿啊，对伊洗衫。伊就甲老太太讲，明仔载毋免替我煮饭咯。老太太心内咧想讲，煮今仔出去看朋友，可能明仔载有朋友要请伊食饭啊。甲第二天也未放心，大概特别到中昼去庙里去看卖，啊，伊庙里无门呢，怕庙无门啊，叫师傅啊，啊，无人应，结果看到师傅伫这个佛堂，面对着佛像，徛在遐。个叫拢无应，个详细看卖已经死了。老太惊一个，从来都唔捌看人讲是徛咧死个啊！啊，甲这个代志赶紧去甲几落下这个学佛的佛友，大家拢来看，派人去关中寺去报告，对汉法师报信。一个往一个来三天啊，对韩法师看到，我一想赞叹，哦好啊，你啊，总算讲无白出家啊，一场啊，你真正有成就，真像这款的成就。洪宗演讲的法师，佮你袂比哩，这是讲智慧、讲经、教学、方法、理性的人，佮你袂比哩。名山不差的主持，这是讲福报嘛，佮你袂比哩。啊，退办休书。老和尚伫咧讲经当中，常常提出这个代志，勉励同修。这个人就是一句佛号，什么都未晓。三年有一日真老实了，唔爱出去庙门咧。哎，用心。肯定家己知影什么时阵，早的时阵，让你将阳头一天去看这老朋友，啊，无讲什么，第二天就走了，连苏豪爷老太太嘛无甲伊讲，只甲伊讲滚笑，讲明仔载唔免替我煮饭了。
啊，这是谈希腊法师，啊，你伫香港，定下中，即个来勉励念佛人，这是念佛最好的榜样。啊，还有一个参禅的徒弟啊，禅啊，算讲是袂歹，最后。一座土地公去咯，说明公完全借助真歹抓啦。啊，伊伫金山寺，你看对青将，小和尚青将，十几年往上提升，升到九座和尚。地位甲主持差不多，啊，到这地位，我蛮心就升起来咯。有地位，拥有的多咯，信徒嘛多，那道心就提转了，还给祭祖就复兴咯。还给祭祖就是他太太又结婚，结婚了就出家，太太不答应，一出家太太去跳水去自杀啦。这个太太常在你身边，过去还要认真修行，有好发心，未当接近的身体。到一五万心死起来了，我发现就走去了。太太都蝴蝶心胸，蝴蝶心伊都有当时啊，袂当做主了，看到水就想要自杀，真正去跳几摆水，把人救起来了。修做和尚，这点点，你个跳江自杀的中江。这传出去啊，足歹听的，就去通知地落咯。伊是地落徒弟啊，地落就无办法，该带转去，再去宁波。这路是相安无代志，到宁波了后，因为有修做和尚的身份啊，特别开一间疗房。就对于尊重，啊，有一天呢，吃早顿的时阵，伊无来，这样和尚，那讲这个时阵还无起来呢，叫人去来看麦，敲门就无声，甲门串拍灯，入去看麦，内底无人，后面窗啊拍开。不过老和尚，老和尚讲，出大事咯，对后面的窗啊出去咯，看是不是去跳水咯，是要外口一条河啊，顺着这个河啊去找，找差不多一里路的时阵，来修体，这个河啊边啊，真正跳水自杀。大家拢唔知这原因，但尸体扛上来，都好。伫这个时阵，要一个查某囝，查某囝啼啼哭哭来庙里，要来见老和尚，讲昨暗因老爸老母托梦予伊，这韩法师这个听有消息了，有下文了，到底是什么代志呢？伊讲啊，阮爸爸妈妈。因今仔日是什么上林啦？伊讲上什么林啊？因做土地公啊，爸爸土地公，妈妈是土地阿妈啦。老和尚的马上想到了，啊，庙门外口新起的一个土地庙啊，可能就是这个啊。好啊，佛师，超好多佛师来去土地庙来做，佛师会大家面对着土地庙。啊，对了，就讲
啊，讲是真正你做土地公，你来献一点啥，互阮看卖。个人呢，因咧做法事，即台当中有一阵光烈啊风啊旋风啊，转个旋风，转真久，老先我好，阮看到了，都是即庙的土地公啊，土地阿嬷啦。三贤，有一世人得到这结果，啊，宝鼎师一句好好往生极乐世界，徛咧去。一个聪明，一个含慢，唔捌字，老是，老是人啊，会成就太聪明，结果是会当啊出六道轮回，对去鬼神道来对去，那是鬼道。土地公是鬼道来对，是有身份的。什么身份？杨定定，啊，姓洪呢是管市长啊，啊，伊顶面要一个总督，总督省长，这不是讲假呀，我相信讲这个地汉老医生未去打蒙古。那接下来呢，那么记载的大秘法师的影亭回忆录，影亭回忆录是大秘法师的主段。伊家己口述，伊学生来讲法师家己的经历，真值得看这部书啊！啊，但了对东北的佛教，伊是东北人，有真大的贡献。东北啊，有几个大道场。十几个拢是意见的，啊，哈尼滨的杰罗斯，中村的本泽斯，日天顶殿的迄个平安寺，这个道场。现在嘛，真有规模。啊，空前胜利了后，对龙兴了。啊，秘法师就来香港，晚年了嘛，伫香港，啊，伫香港办一个华南。学会医，那培养一批人，伊个学生来对真多，我拢有熟悉。啊，伫香港，这学生当中真多拢会去美国、去加拿大去了。我伫美国拄着真多。那么有个未歹啊！现在这代甲顶代来比，差足远呢。有个教学，伊个目标是帮助大众建立信心，信为道源。功德母，这句话是华严经上讲的。
最本呢是阿弥陀经，阿弥陀经顶面有讲，为诸众生，这是一切世间难行之法。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。啊，净土法门确实难信啊，你太容易了。易修难信，啊，那真心确实一心决定往生。啊，在咱的这地，听经早年吴中昌居士。三十岁才出头呢，听我讲经，讲到真多修净土的，三年就成功往生，伊就发一个心去做实验，看到底是真的是假，你深准闭关。用修的技术和观，用修的今天有来中道替人煮饭，有观三年各差两个月，两年十个月用心，有的是知啊，跟人讲这是真的，也不是假的。啊！伊个夏利塔个福赛蝶五毛波一边，都净转啦。啊，老寿经技术往生是非常明显，敢能做净转。啊，这个功德在这边应该来波来都流通。问这个念佛的同修有想要往生不？想往生，咋回去看卖？这碟片我有看过，会当来来波流通。有最本法，阿弥陀佛讲的，如令众生当信时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，这个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，就是最本经的这个经题。啊，阿弥陀经本来对目就是一个鸠摩罗什大师翻译时阵翻出来了后，就用阿弥陀佛的名号做经题，这是翻译人的显卡。为什么呢？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都用名号做经题。啊，对目的意思呢，非常的明显。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像称赞一切诸佛啦，啊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无一尊佛未称赞。但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啊，称赞当年的护持咯，所以念佛人得一切诸佛护持。一切诸佛护持为什么无明显？是咱对于这个法门
要怀疑啊。逐天念佛上经，要梦想，要执念，把咱的功夫破坏了，咱的功夫无纯无精，所以就无感应。啊，咱的周边最近这个啊，五六十年来，咱所看到的念佛人往生已有的随相，应该的，都去想看卖，然后我倒转来反省，那是安怎得袂着？原因找出来，原因消毒，咱的修行功夫就得力了。一定爱知影，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有，阿弥陀是真有，经常所讲的达句，拢嘛是实话。我一句是骗人的，较接读经，较接听经，真正创清楚、创明白了后，我相信你这一生只有这个方向、这个目标，一定会完成，我一定升到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你有慈悲心，希望诸佛刹土有真多跟你有缘的众生，你想要帮助他们，想要成就他们，无困难，只要到极乐世界，他就有智慧、有神通、有道力，全拢帮得到。无去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决定袂当甲帮忙，想嘛是空想。到底极乐世界的后，真正会当甲帮忙？咱看下面的文。是极乐大师风化十方，含以观心为首。在教学当中，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教人相信。现在人教人相信真困难，为什么？四百年科学和现在人养成一个习惯，这个习惯就是怀疑。我伫外国大时间长，看了真多。外国人教囡啊，小学生，是不是有台湾的学生？四五岁就教伊来怀疑，就教伊唔能随便相信人，惊伊互人骗去。让他拄着歹人的拐骗，那是好事啊，但是副作用真大。将来大孩安怎对父母怀疑，对老师怀疑，对圣贤怀疑，对祖先怀疑，这麻烦就大了。圣贤的阿叔爱对恭敬当中，才会学会着。
一份圣经，一份利益，不是印光大师发明的。古人都有在讲，你引做接受，讲较多，常常用这个来劝人。啊，咱对于性学、对于净土有相信无？会当讲无信，但是嘛会当讲你无相信。为什么？你无完全接受，你还有阁有真侪时间去学别个物件。啊，真正相信就会亲像布丁西共款转啦，三年一句佛号，多一句佛号以外，什么念头都无。一条成功，这就叫一门深入，当时分修，读书清辩，意义自见。一堂的书就是六字，南无阿弥陀佛。那一讲到暗，心内有佛，嘴内有佛，身躯里嘛有佛，心拜佛。靠念佛，心想佛，这就是弥陀的弟子，这就叫做正宗的学人。啊，咱虽然是在创正宗，无做够啊。啊，所以未成就。啊，咱对六道也无创清楚，啊，亲像因果法师，伊对地界创清楚，伊惊了，而伊的心是安怎转呢？惊地界转呢？那唔知讲地界，家己啊无做地界业，伊就未当往生。啊，所以作为这个地角业，咱讲地角苦啊，就是讲伊会当往生做佛的这因缘咯。缘有善有恶，有顺有逆，真正会帮助你念佛往生啊，就是善缘啊。殊胜啊，迄个恶缘啊，变成圣缘，一帮助良心。啊，所以呢，咱都要用平等心看人、看事、看物，唔通讲有偏心，唔通有邪念。正知正见，功夫才会得力啊！啊，有我如定改动信修五谷，去祝福所说，这真正是可靠啊，不心。哎，告诫人。弥陀经上，更信、更愿、更行，一离在，在离三，三离四。对于这所在看到，释迦牟尼佛的慈悲，看到释迦牟尼佛。实现第世间的愿望，伊无别项，就是讲希望咱的相信、理解，啊，真正发愿求生的老实念佛，无一个未成就的，这是最快速的法门。只要良心，哪讲是释迦？
一切诸佛无量劫所修所学所证，你全部拢嘛得到。诸行用天地万物，拢嘛变作上一公。上一公是家己的本体，啊，所以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是真的，不是假，不是赞叹的话，千真万确的事实。今仔日时间到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